今天上课，上一节我们讲了标本的含义和处理标本的方式，讲了第一个记者治标。记者治标第一种条件是，当标病危及生命的时候，不论本为何，先治标而后治本，这记者治其标。第二种情况，处病或者原有有疾病突然得了新病，比如平时这个人阳气很虚，脾肾阳虚老腹泻，突然得了感冒，在这种情况下，感冒急，为了防止这个外感风寒病邪入里，可以首先去除风寒的治疗表征，这也叫急者治其标。那么先病为本，后病为标，急者治标。第二，这缓则治本，是指病情缓和，针对病本而治，称之为缓则治本。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在疾病过程中，这是最一般的。这病情允许，疾病的状态允许，患允许医生去求本来治本。在这种情况下，叫做什么呢？缓则治其本。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我们在将来学习临床医学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那个急者治其标，仅仅是权宜之计，临时的。最终我们讲治病求本的定义时候讲，就是针对疾病的根本而治。那么缓则治其本，这是第二。第三，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是标病和本病都重，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同时兼顾。可以出现标本聚集，也可以出现标本聚缓。总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同时来考虑，病的先后也要同时考虑，就同时来进行处理。这种情况下，也是在临床最多用的，最多用。刚才我们举这个肝硬化这个例子啊，肝硬化腹水。那么标病急。水，正虚也急。一种处理方法，那先治水，后治标，先解决那个水的问题，后来扶正。也可以处理过程中和先扶正、注水、化瘀、攻伐的方法提供个条件。我们从标本来看，如果站在正虚的，说机体阴阳气血极度之虚。导致气滞血瘀水停，那么气滞血瘀水停为标，机体的肝脾肾功能阴阳失调为本。在这种情况，用标本来分析，我们急着治其标。当高度腹水危及生命的时候，那我们临时暂时权宜之计，泄水攻防，回头来再扶正，缓则治其本。在这种情况下，缓治其本，就是既要确邪，又可以扶正。一的处理方法，那么单纯扶正，提高脏肝脾肾脏腑的功能，那么就可以解决气血水交相为患，也可以。但多数情况下，着眼点既要理气化瘀行水。又要调整肝脾肾的阴阳失调，补其虚，就虚实标本同时处理。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将来同学学方剂的时候，认真读方剂，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虚实同时处理，那标本同时处理。这里从疾病的现象主和次，标和本来分析，应然。本质上还是解决虚实之间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就是权衡两者的关系来处理。那么标本并用，仍然是要分清孰轻孰重，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分清正和邪之间的这个孰轻孰重。这是从疾病的现象来看，由脏腑的功能失调来看，病表现出的征象。随标随本，最后落脚点还是扶正缺陷。
就是还是解决协同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三个原则，我们讲了标本，治标治本，下面讲政治反制。政治反制，这是这一节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首先讲它的定义，第一个讲政治，讲定义。政治是指逆其政后性质而治，注意逆治，逆什么呢？逆性质而治，什么性质呢？政后的性质而治，把它高度抽象出来，逆其政后性质而治，习成政治法，按照我们现在规定的，它属于治则。我们把它的属去掉，如果加上属，那就是逆其政后性质而治的治疗原则，称之为政治，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一般情况表达是把它属在特定环境讲它定义，把它属去掉，就剩它这个内涵特性，简称逆字，简称逆字。这个逆是逆其正后性质，怎样理解逆其正后性质而治呢？主要指的含义而来呢，而说的最基本的性质含热，正好性质属寒。寒者热之，用温热方治疗。那么这个热的性质，就是给的治疗的方法所产生的效应热，或者药物的属性是热，针灸按摩的属性是热，产生的作用还是热，是针对这个寒而去的，和寒的性质相反，反称之为逆，这就叫做逆其正后性质而治。成为逆子。第二，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政治？它的适应症，它的适应症就是本质与现象相一致的症候。我们讲，疾病的本质和现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前面我们提到了，在极特殊情况下出现了寒热的增加、虚实的增加。那具体的处理方法，在政治这个内涵里面包括哪些？具体的原则呢？一叫寒则热之，它的适应症是指寒症表现出来寒象，用温热的方法进行治疗，用温热的进行治疗。这个温热不仅是指药物的性质，还指治疗措施所产生的效应，表现为温热。热与寒相对，叫热。逆寒象而治，叫寒者热之；二叫热者寒之。热症表现出疾病的现象属性为热象，用寒凉以治，用寒凉性的药物，或者是各种治疗措施所产生的效应，表现为有寒凉的效应。来针对热象而治，这叫热者寒之。那么虚则补之，虚症出现虚象，扶正以却虚，以治虚，就扶正以治，这也叫逆其现象而治，虚补。那么，实者泻之，实证出现典型的实相，却邪以治，却邪以治。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者泻之，属于政治的范畴。这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者泻其，泻之。应言是治则，不是治法。在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个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这个原则指导下，还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的治疗方法。在学到这里头，大家一定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我们现在讲的前提，政治属于治则，治疗原则。它的下位概念有寒热虚实，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湿者泻之。它应然属于自知的范畴的。这个大家在今后在这个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不要再把治法和治则混同起来。习成我们可以治疗大法，过去的文献说政治，他不说政治，说政治法。这个法只是法则而言的，不是方法而言，分清楚。这是政治，这个还是多数情况下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治，那么都属于政治范畴之内的。最难的是反治。首先讲的定义，什么叫反治？反治是指顺从疾病假象性质而治。注意这个定义啊，它站在这个角度来定义了。是考察立足点，考察疾病的假象的性质，说顺从疾病假象性质而治。所以要从从字，本质上应然是政治。就这个概念，注意那个定义政治的时候，说逆其症候性质而治。定义反治是顺从疾病假象性质而治，假象是指它的性质来说的，也可以换成顺从症候假象的性质。我们前面讲一个寒热真假、虚实真假，这是立足点的，不是从本上看它的疾病的本质，是看它的假象，看它假象，根据假象的性质来判断，确定一个原则。那么和假象相一致，性质一致，这种原则就叫什么？就叫反治，又称从治。这个习惯上这样来表达它，就记住这个反治是顺从疾病的假象的性质，它反映出了假象的性质，就强调那个假象的性质。它的行政就是疾病的本质和现象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确定治疗方法。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不完全一致而出现假象的症候，它使用这样的症候。那么症字呢，是疾病的本质和现象完全一致，属于这样的症候，它俩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下面有四个概念，也就四个原则。四个原则，第一叫热因热用。何谓热因热用呢？一，记住定义；二，记住实用证。定义，用温热以治，具有假热之症。这个原则就叫热因热用，把暑去掉。简单的记叫以热治热。怎样理解以热治热呢？就是用温热以治，药物的属性、针灸按摩的属性，二他们或者是他们所产生的效应，产生温热的效应是什么呢？是有假热之症的，是那个假热，这个叫以热治热。它的实应症真寒假热症。我们在前面讲寒热真假提到阴阳割据、隔阳带阳，说内真寒外假热，阴盛于内隔阳于外，表现出阳虚至极，阴寒内盛而外面出现假热症象。我们使用四逆汤来治疗，将来学习三号论时使用四逆汤，它是温热药，可是呢这个患者表现的假热现象，或者叫身反不还，或者是全红如妆。这个药物的属性，四逆汤、干姜、附子、甘草，它的属性，温热的属性和身反不寒这个假象的性质，以及面红如妆这个性质热象相一致。站在假象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治疗的原则叫做反治。为什么刚才我们定义讲实本质还是政治呢？
说真寒假热，用温热以致那个假热的征象，使它的性质和假热征象一致。实际上，这个疾病本是阳虚至极，阴寒内盛，用温热来治之，那不就是寒者热之吗？所以说，本质上仍然是属于政治，只是我们从历史到今天传统上留下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人们思考问题，看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就像下定义一样，一个术语可以从不同角度甚至下好多好多定义，那就看考察问题的时候站在什么角度，在什么条件下来认识揭示这个事物的本质。那么反之，就是站在事物假象这个角度来揭示它的本质，给它下定义。二，寒饮寒用，说用寒凉以治，具有假寒之征。这个原则叫寒饮寒用，简称以寒治寒。它的实应症，真热假寒。我们在讲肝风内脏提到热极生风，真热假寒的时候讲到厥，热身厥以身，热微厥以微，给用的是寒凉药物。就举那个热极生风，那个热身厥以身，用白虎汤，用大承气汤，用牛黄安宫丸、止血丹、治保丹，都是寒凉药物。那么这个寒的性质和患者表现出的四肢厥逆、手足不温那个性质，它俩是一致。站在四肢厥逆、手足不温疾病假象这个角度来看药物的性质和它产生效应的性质，两者相一致。站在这个角度来定义这种治疗原则，叫做反治，本质上还是政治嘛。热者寒之，他给的药物，白虎汤也好，大承气汤也好，牛黄安丸叫三宝，三宝也好，都是寒，寒是针对热去的。站在假象上看，他俩顺从是一致的。这是这四个概念里当中，概念当中，热饮热用、寒饮寒用是最常用的，也是比较容易学的、好理解的。底下这个色饮色用通用通用，不常用，但是也难理解。下面讲色饮色用定义：用补益以治，具有假实之征的。那么这个假实，大家注意，那么定义里面加括号叫虚性闭塞不通，强调这个闭塞不通是虚，是虚，虚性的闭塞不通。注意啊，不通可以因虚而闭，也可以因实而塞，简称叫一不开塞，开塞，具有不通，类似实。但是是阴虚而治，那么最后呢，就用补益以治，就是以补来开其假实，开始这个虚性不行不通，把这个叫做色阴色用。它的实应症真虚假实症，它的病机是真虚假实，那么反正正好是真虚假实症。我们前面在讲邪正盛衰，邪正虚实的时候，讲到真虚假实，多次举这个例子，脾虚腹胀，脾虚腹胀，脾气越虚，外腹部越胀。站在这个胀这个角度看，胀气滞不通属于实。立足点看这个，但是揭示疾病的本质是阴虚而胀，阴虚而胀。那么虚就得补，补是扶正的，不是却邪的。看那个胀，把它当到实，就应该却邪。而那个实呢，是假实，假实。
在这种情况下，用补虚来开色，补虚看，看着最后着眼点还是立足于那个虚，看疾病的本质，补其虚，那气滞就通。站在那个不通，把它当作实，那么你要再补的话，就犯了虚虚实实之祸了。本来是实，应该确信，你还扶正，他俩正好相反，相反，本质上和疾病的本质还是揭示疾病的本质而治。这个定义，这个理解是最不好理解的。记住叫，记住四个字：以补开色。这个色是虚性的闭塞，闭塞，把那个色当作假实，当作实，但是它是因虚而导致的，不应该出现这个症状，那么它出现了，当作假实，就假定它属实，这么规定它。大家看虚症里面，脏腑之虚出现，那么气滞不通的症状太多了。为了学习这个定义，古人我们给我们留下这个概念，来这样定义它，这样来理解它就可以了。刚才举那个脾虚腑胀，它最早是从这个历代医家注解《伤寒论》那个太阳病坏症来说的。太阳病下之后，腑胀，讲这个伏马尔痛，用健脾一些方法治疗，补其脾。益其气，最后呢，色就自通。这个补药所产生的效应，和那个假实的正好相一致，叫毒。那么不通，补还是让它不通，就这个意义来理解的。这个是最难理解的这个概念。记住是用补益以治假实，记住它实应症可以了。最后一个通用通用，要比色阴生阴还能好理解一点。通阴通用是用通力以致具有假虚，给括号这实性通泄，是这样，把这个原则叫做通阴通用，简称以通治通。它的实应症叫真实假虚，真实假虚。我们在前面讲病机学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热结旁流，说热结旁流最早是由伤寒论在阳明篇阳明腑实症和少阴篇少阴三极下提出这个概念。热结旁流，热结旁流是胃肠有燥湿和邪热搏结，实邪存在，可它表现的临床症状本应该，如果现象和本质一致，本应该是大便秘结不通，可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呢，它却热结旁流，用伤寒论的话叫做自利清水舍存情，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应该是稀便有恶臭味，它本来应该是大便秘结不通，恰恰出现了吐泻症状，腹泻表现了大便粘稠，甚至可以出现稀水啊，不是清水，有粘稠有恶臭味的稀便。这个看这个稀便，看这个腹泻，叫做通。可治疗的方法是带黄满消，叫大承气汤。苦寒攻下的结果。应然是一样的通，它承气汤、大承气汤也好，调味承气汤也好，小承气汤是针对个燥湿和邪热搏结，是针对那个去的攻下方法治疗的。那本来药物的作用趋势叫做下，让它排邪，而表现的大便的症状也是通，也是通，把这个叫做以通治通，以通治通。在这种情况下定他的治疗原则，就着眼点看大便那个稀，热结旁流实际上是确邪攻燥湿和邪热搏结的，在这种情况下定义他反治，
把它叫以通治通。再举个例子，将来同学们学习《痢疾》的时候，痢疾湿热痢，里疾后症腹痛发热便能血，舌苔黄脉数，一派湿热症象。中医讲无湿不作泻，讲湿热咱们前面讲大肠湿热也讲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将来学内科呢，老师第一关要过清利大肠湿热。清利大肠湿热是确邪，是邪气湿热之邪从大便而去，作用趋势从大肠排泄出去。那么它大便表现是泻，表现是站到大便那个泻，那个痢疾那个泻，看它使用作用药物那个趋势，叫做以通治通。再举个例子，这在妇科里面，这个原则是非常有意义的。子宫出血，比如将来讲那个病的时候，有一个叫是崩漏，叫崩，现在的西医名叫功能性子宫出血，属于这个崩漏的范畴之内。月经量多，流血不止，这是前提，血中夹有瘀块，甚者是紫暗。判断出血这个性状，属于中医有血，咱们讲血瘀的概念的时候，这个致病特征，有瘀块标志到有血，有淤血，血色紫暗标志到有淤血，特别出现有瘀块的时候。那么大量出血，血中夹有瘀块，肚子疼发胀，那中医认识他的病，揭示他疾病的本质，叫阴瘀，瘀血不去，就因瘀血而导致出血，因瘀而出血。按照中医的认识，治疗治病求本的原则，必须活血化瘀，瘀去则血止。活血化瘀是淤血从体内驱逐出去，这就通，确邪通啊。可是他那面表就是症状是阴道大量出血，这个症状也是通，症也通。看他这个症状，把它当成那个出血那个通那个现象，再回头来与那个淤血停留在体内那个基本的本质，这个本质和现象，从把他那个现象当作假，把淤血那个本质当作真。就是说，按照一般思考问题，那个体内有淤血，包括有淤血组织，它应该一定反映出来淤血的一般指征，除了有一块之外。而恰恰就通出血，在这种情况下，就活血化瘀以治血，就以通治通，看它的症状的趋向，把它当作什么？当作反治，就以通治通。为什么刚才强调一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般没有经验的医生，他就李老师刚才你讲了，记得自习标啊，那大量失血就会出现汪洋怎么办？汪洋汪洋怎么办呢？那迅速止血，甚至可使用大量的炭剂收涩药。将来同学们学习中药的时候进一步讲一下，那很快止血，中药止血效果非常好。可是止血随之而来的患者肚子越来越大。等下一次出血比这次出血还厉害，瘀不去，血不止。所以中医治疗出血病的出血性疾病是要止血，后边还有跟一句话，慎用收摄药物，慎用收摄药物。所以汤用川在血中论里提出来，第一关止血，第二关化瘀，紧接着的化瘀，说止血必如瘀，本来有瘀了，那么你再止血，瘀上加瘀，说瘀不去，下次流血比这次还深。这将来学习妇科、学习崩漏的时候，老师还要反复要讲。咱们这里面通过这几个例子，帮同学们来理解什么叫做以通治通。
反字的，热阴热用，寒阴寒用，色阴色用，通用通用，是为了讲述这个定义，讲述这个定义，为了讲它的适应症，我们分析的结果，它和政治完全一致，本质上仍然属政治，就是人们看问题的思考问题的时候，站在另一个角度，给这几个术语下个定义。那么我们这也是传统给我们留下来的，传统留下来，应验应用到今天。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同学们讲，这是政治反制这样一条基本治疗原则，在特殊情况下是用反制这个原则来看问题，本质还是政治，实际上就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这个反字这几个术语要求记住定义，记住适应症，联系到我们前面讲的病机的虚实寒热真假，把这两者将来在学习正活的时候，虚实寒热真假，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来理解。第三个问题得讲个政治和反字的关系。就疾病而言，通过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从本质和现象的干一致还是有某些不一致，按照这个来分，以这个标准来分，把治疗原则分为政治和反治。当疾病的本质和现象完全一致的时候，寒症就出寒象，热症就出热象，虚症就只有虚象，实症只有实象。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政治。寒者热之，热者寒者，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疾病的现象出现了某些假象，与本质不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用反字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应用反字的原则，本质上应该是政治。人们思维方式就是从本质到现象。可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从假象入手来看这事物的本质。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使用反制这样一个术语，表达是习惯上应言是呢是政治，我们从政治来考虑，已经定是真虚假实，真实假虚，真寒假热，真热假寒。那就这句话结论就是病机就是揭示疾病的本质，你不看假象，已经定它都是假象的。所以你治疗方法应完遵从治疗原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可是这个时候看问题思考方式和政治思考方式不同，就这个意义讲，在这种条件下，给它起个名叫反制。无论是政治反制，都是遵循着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就这个意义讲，他们都是治病求本，都是求本而治。第二，讲讲他们这两者有相同的和不同的。通过上述从疾病的本质现象来分析，他们都属治病求本。所以，无论是政治和反治，本质相同，都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治。处理的具体方式上有所区别，就站在什么角度来看，逆病象的性质而治，就规定它为政治；从病象的性质而治，这个病象是指假象。就叫做反制。具体在临床应用的时候，按照它一般规律，就疾病发展的按照正常规律发展，比较单纯不复杂，也就是说现象和本质完全一致，最容易判断。这也是最一般的规律，就现象一定反映本质，而且和本质相一致，反映这个现象和本质属性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情况下就一般的情况下都进行政治。用政治的概念来表述这个原则，特殊情况下是指病情发展的异常，在这种情况出现了本质和现象不完全一致的时候，仅仅出现寒热虚实的真假，就症候来说，仅仅四个症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也是从本而治，但是呢。作为揭示它这种现象，站在另外一个思维角度来看，从假象为考察的目标来进入疾病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呈这种原则处理原则叫做反制。特殊情况下
一般的来说，我们政治一般的思维，按照一般的思维规律，那么都是政治，极特殊情况下，就是反复强调这种特殊情况是人们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站在什么一个角度，以什么为考察问题的标志，来揭示疾病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站在假象这个角度，以假象为考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标准，从假象入手，然后揭示疾病的本质。站在这个角度，本来是政治，本质上政治，我们就这样规定它又是叫做反制，仅此而已。但是这几个概念又难，不好理解，还得认真去学习，认真去理解。最后理解一和反政治反制本质相同。二，为什么古人中医历代医家都非常强调反制，为什么要抽象出反制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这个思维的过程，抽象的过程是按照什么的思维路线来抽象出来？理解到这个程度，这个反制记住这个概念实行证就容易了，否则的话就被这很难理解。就考察这个概念提出是在什么条件下，他是怎样思维最后抽象出这概念的。我们今天学习呢，就要从他的思维规律入手，看他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疾病现象和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反制就非常容易学了，他和政治是一个道理。将来老师讲热寄生风的时候，开牛黄安宫丸治保丹那个止血丹的时候，老师可能在内科学不讲这个字，将来学防剂就是牛黄丸，它有什么作用，他从正面说，他实行证其中有一个热寄生风，一个热厥，仅此而已，就不会再从反制的角度说它是反制，一般情况下是不这样的。咱们讲基础理论，就这几个概念是躲不过去的，非讲不可。我们今天讲反复强调它站在什么角度，按照什么思维路线，怎样形成的概念，讲这个只在帮助同学们来很好的理解反制这几个概念，这是这一节非常难学的几个定理。下面讲五个原则，调整阴阳，这个在阴阳学说里面讲过一次，在这里头再复习一次，就从自责这个角度我们再复习一次。这个在治疗原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治病必求其本，求本本于阴阳，所以必在这个思维的路线下，首先讲原则的讲考虑治病的原则就是调整阴阳了吧。调整阴阳基本病理机制是阴阳的偏盛偏衰，就按照这个思维路线下来，那么阴阳偏盛和阴阳偏衰，那么阴阳偏盛就泄气有余，湿者泄之，具体湿者泄之还要进一步分疾病性质的病变性质的寒和热啊，那么还得用寒者热，热者寒之这个原则来处理。阴盛它表现寒湿寒症，那就寒者热之，阳盛湿热症就热者寒之，这是一最基本的原则。二，在处理他们阴盛和阳盛的时候还要考虑说，阳盛者阴病，阴盛者阳病，也就是说阳盛必损阴，阴盛必损阳，在寒者热之那湿者泄之的前提下，还要进一步来分析，按照阴盛则阳病，比如阴盛，那么损伤引体的阳气的程度，考察出没出现阳虚，如果出现既有阴盛又有一定程度阳虚，这个时候在寒者热之就湿者泄之的前提下，还要考虑兼顾助阳。这个原则体现了虚实都有。